玉山青果市场内底，处处会当看到杀着公棒的人，走来走去，蹦动印着标章，打着标章。因的工课看来是真轻巧，但是若当着山啊大出的王贵，要开钱找临时人员来操作，真正是找无人。我们芒果大概是真正大春吼，是在两个礼拜后左右了。他们现在还大概十个话的部分有点勉强啊，可是，在两个礼拜，他们有十个话被这个整一样吼，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，真正大春是头啊两礼拜，好两礼拜到端午节。端午节前后左右那个时候会比较短促啊，这一年价格应该会不错。就台南农产文销公司总经理李宏林表示讲，玉山青果市场平常时啊有十台公棒，人员轮替操作是无问题。但是呢，当地山啊大出了七八月份，市场王贵尽管讲有二十台，同款找无人，员工上班的时间正硬约。来，啊，旺季的时候会拉到二十五台到三十台，依照我们请的人数，能够请多少人进来投入这个人力为主。那可是呢，因为他工作时间，大约的工人通常是在早上四点到八点，那的确不是我们不想请人，放生数能扩充我们扩充，只是这个时间的人真的不是很好请这样子，对。目前青果市场的公棒除了是清单功能之外，佮有配备着平板佮印着标章的这机啊，操作人员看到重量，佮爱输入比着摊商的编号了，拍入比着介绍印出着标章。虽然讲真简单，但是嘛，着爱接着较有法度来训练。而青果市场往过要请着公棒的操作人员，因讲环境真热，上班时间佮真硬热，所以讲真正是真歹找。台湾新闻台以上，玉正采访报道。